個未吹入波，佢會慢慢多啲氣吹入嘅時候，你身體會慢慢膨脹，好似個波咁樣膨脹。準備。好似耍緊太極咧，因為耍太極好似認識自己身體咁嘅嘢咧。今日似知翻自己原來隻腳，原來腳趾會抽筋。我係有陣時發覺咧，原來自己係等係一陣我咧。我係原來我係唔知咧，有朝一日咧，自己會唔會變咗？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好似係柄錄音帶咁。好多時咧，覺得自己好似一柄錄影帶咁。咁呢個錄影帶咧就可以一路 review， 一路咁 playback， 一路咁樣睇翻十幾年前嘅自己咧，究竟係點樣？咁其實插翻啲錄影帶，插翻自己出嚟，原來咧十幾年前自己都真係上過台，都真係有過呢啲身體經驗。喺空氣度，你呢個波係點樣輕輕喐噶？嘗試去用自己身體去表達過自己咯，我自己都未試過用頭髮嚟表達，用嬲呢啲咁嘅嘢咯，所以今日表達到咯。譬如我哋而家睇翻啲帶，其實認唔出邊個係自己，或者其實喺度做緊乜嘢，好似其實已經唔緊要。不過其實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話我哋出台之前咧係要做一個concentration 嘅練習，咁大家要攬埋一齊，大家要覺得。大家不是再是一個個體，每一個個體就要變成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呢就出場之後呢就一直在這裡發揮作用。我們要求一個集中力和持久力，因為可能或者你開頭做了十秒呢有些尷尬，你未入到那個感覺的，那如果是放棄了，我們笑了就沒了。不如我們要求大家好不好，不要說話行不行，聽我說，不怕不怕出來的，你要求大家給多啲能量落去，真係。你要轉快啲望啊！阿徐仔唔好向遠，向左邊轉，係啦，向左邊轉轉，係咯，你仲要鋪遠，鋪遠點轉啊？如果十秒入唔到嘅話，我 keep 住做。如果我係五秒鐘做完嗰動作嘅話，重複，再重複，再重複，再重複，重複三十秒。望住前邊啦，拋一劈，可以喎，拋，大姑，快！其實要找自己咧，真係唔容易嘅。你要付出好多精神時間啊，好多努力。譬如你要寫啲嘢寫好啲，畫啲嘢畫好啲，咁你要有充足嘅睡眠、充足嘅休息，所以你要晨咁早校個鬧鐘，然之後一早起身，開始新嘅一日，嚟啦啲嘢咁。咁其實原來創作咧都真係要好講。藝術唔到你話僥倖心理，就算你硬聰明、硬有天分，你必須喺排練場練咗啦，你出台你就扎實，你先。要拉佢，要搬佢，要壓佢，要旋腰，將你腰咁嚟轉，咁嚟轉，係咪？你平時都要咁樣轉嘅，轉到入邊佢真係痛㗎。嗱，今日練咗，佢唔今日痛，佢聽日、後日先痛，你又要都要繼續去練喎。你忍住痛啲去練喎。佢先至唔會痛咁耐嘅喎，但係你話我今日練咗啦，聽日後都痛，我唔練啦，停下先，唞下先，再練一樣係痛，咪就係要係咪要恆心苦心啊？你話佢唔辛苦係呃人，問題就係辛苦，我唔怕，我有毅力去堅持，我唔怕辛苦，咁樣最緊要。我是一疊幻燈片，一疊去旅行時候影埋嘅幻燈片。在旅行的過程裏面咧，我成日會影好多相啦，畫啲嘢，寫啲嘢。咁其實呢個咁嘅觀察嘅過程、記錄嘅過程，實際上咧，亦都係一個創作嘅過程。有一種講法話，人本身就係一個劇場啊嘛，因為人裏面包含三個元素，一就係我哋周圍睇個世界。咁我哋係觀察者，我哋係觀眾，同時我哋永遠都喺個世界裏面，我哋係一個角色，我哋永遠都喺某啲處境裏面，嗰啲處境逼到我哋其實一定要好似
做緊戲咁喺裏邊嚇。咁嚟我哋記喺出邊，亦都喺裏邊。滿意係係咯，塊面啦，但以口鼻都大大塊面細，好似唔夠位大。仲有第三個身份就係、是、我哋永遠都有個慾望，想去成為一個非我嚇，超越咗自己嘅嘢。咁扮演其他角色，可能是一個非我，或者係扮演翻自己，但係係冇實現到出嚟嘅自己，咁都係一個非我。真係橙汁嚟㗎！如果你係六十年代嘅人咧，你嗰陣時咧係咪真係覺得麗苑同埋啟德遊樂場嗰啲機動遊戲咧好刺激㗎？如果你係六十年代嘅人，我想問下你咧，嗰陣時啲女人係咪淨係識得剪箭頭、穿珠仔同埋黐膠花㗎咋？其實咧有陣時覺得自己咧真係好似一沓咧劈到亂曬彈嚟嘅漫畫書咁樣，揸住自己即係出過嗰啲漫畫，就會覺得啊，原來自己真係有好多疑問，好多掙扎。有很多問題咧，係好想好想喺個漫畫裏面盡量咁樣樣講曬出嚟。咁個漫畫咧未必提供到答案嘅，不過我就覺得問問題係好緊要咯。你不斷咁問問題，向你嘅讀者問問題，亦都係等於咧同你自己問緊問題。問題問得越多咧，喺呢個過程裏面，我諗你就會更加認識清楚了解自己。如果你係七十年代警察，我想問你咧，你拉嗰啲學生嗰陣時候咧，有冇同情過佢哋㗎？你有冇打過岑建芬、捉過楊森啊？你點樣處理翻捉翻嚟嗰啲學生噶？你覺得嗰啲學生有冇罪啊？嗰場問問題嗰場都係佢哋嘅嘢嚟，咁我帶咗一扎畫冊，嗰啲七十年代學生運動啊，或香港歷史畫冊，或香港六十年代文化畫冊咁樣，然後俾佢哋睇，咁然後問翻，即係其實佢哋對呢啲嘢嘅瞭解有幾多啊？或者有冇慾望想去了解翻之前嘅嘢？我有嘢想問。Steven 係冇問到問題嘅，我哋安排咗個角色，你問而家呢個年代嘅嘢啦。咁佢就好活躍。我想問呢一代成日講一代不如一代嘅人，你哋咁講法會唔會覺得對未來嘅一代好唔公平啊？我想問呢一代嘅後生仔，你哋會唔會一樣中意發達？中意去炒股票，中意去炒樓，中意去打機，中意出街，中意睇 yes 同埋勁睇便利。咁嗰隻問題佢自己諗嘅，我覺得佢喺度諗緊嗰啲嘢咯。當其他人喺度諗緊問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我想問呢一代嘅朋友，你哋有冇嘢想講啊？有冇嘢想講噶？我想問呢一代嘅朋友。你哋覺得自己係屬於上一代啊，定抑或下一代啊？我覺得阿超嗰種嘅實驗劇場，佢就唔係單單去呈現呢啲所謂嘅道理出嚟啦，而佢係經過不斷咁去去問我哋意見咯。咁超我感覺就係好多時佢用，即係佢係揾你自己嘅嘢嘅。即係幫你揾自己一啲 quality 啊，你自己一啲你嘅方法，就唔係話一啲嘢。而家我哋做緊嘅教育劇場，其實某程度上係唔教育嘅，因為我哋唔強調即係去學一啲嘢，或者係個關係嗰個師生關係係由某啲人嚟教另外啲人一啲嘢咁樣。那個精神啱啱相反，就係想參與者係自己摸索，然後自己揾到啲嘢。我諗係有個所謂自我教育嗰個精神喺度咯。咁但係點解會有呢樣嘢？我諗個 urge 係來自無論策劃嘅人同埋參與人，我諗應該係有個慾望係想改變啲嘢。我諗如果簡單嚟講，係想改變自己嘅一啲嘢。我媽成日話咧，生你嗰陣時咧，你走得快個頭啊，拎少一啲嘢咁講。好多老人家都咁講，我都覺得係。不過俾我係男仔，我會覺得都會好好耐心。每個月又唔使煩，又唔使心情唔好，你知一定會每月一定有幾日唔開心噶嘛？咁你話誒，覺得男仔好方便咯，唔使咁辛苦咯。你識多女朋友都唔會人覺得你哇咁樣人，你就覺得啊你咁不羈咁樣咯。但女仔又唔係話識多幾個男人。淫蕩啊咁樣，即係覺得其實唔係好公平。不過唔緊要，將我做戲又做翻男仔，補救翻，滿足翻我個心靈，可以做 band 做男人，中意做嘢咁樣咯。話到好似啱啱講嘅咧，即係有啲客，譬如有啲客好朋友嗰啲好 friend 嘅客，哇！你啲做生意好似做大戲咁樣。咁咧最主要就幫你揀啲位，通臨巴士排到，咁就幫我掛手勢，即
醒咁樣咁樣咁樣。咁呢個名其實小學嗰陣時改嘅，咁咧就初初唔係叫阿 man 嘅，叫男人嘅。咁我當時咧街度，喂男人男人，喂男人咁樣，咁咧哇好多男人連過嚟啊，咁我係好覺得好尷尬，後來幾同學喂唔好啦，不如叫阿 man 啦，唔好咁肉酸啦。啊都好，後來叫咗阿 man， 就叫到而家，叫到今時今日啦。漫畫裏面咧，我會主動爭取講好多性別嘅問題。我會安排我啲漫畫角色，係一啲同性戀嘅角色、異性戀嘅角色、雙性戀嘅角色，同埋好多好模糊、好曖昧嘅關係。咁其實都係想話用漫畫去挑戰一下呢個社會好多既定嘅、好固有嘅一啲睇法。陳炳超咧，佢排戲嘅時候咧，講咗一句嘢咧，係我而家都記得嘅。他說其實做演員呢最重要是 honest to 即是你自己的那個感受。我見到一個同學比我短和同學比我稀疏的自己，我見到一個比我陰沉和陰毒的自己，我什麼都看不到，別怕，我看不到我自己，別怕，我看不到我將來到底會變成一個怎樣的自己，看不到將來的世界。你看裡面啊，到底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希望可以在出街的時候拖著個好朋友的手一起走街，但是我又很怕人說我是 lesbian。 我希望可以永永遠遠和我喜歡的人在一起，但是我又不相信愛情。那究竟我的願望可以何時實現呢？自己是一個碗，一個質地好一點的一個碗，實在太忙了，不是太多時間在家，所以就越來越覺得家是很重要的。你在外面有什麼不行，都希望家裡人可以支持到你，就連你買那些碗碗碟碟都會支持你。家人有反對，反對得很厲害，又開始搞第一套戲，我諗中午開始啦，中午暑假開始，至到而家，都不斷咁樣反對咯。咁即係會好辛苦喎，我覺得。有時即係你覺得你好好堅持，真係好想啊，覺得真係好有興趣，想繼續落去，但係無奈真係反對咁樣咯，因為佢覺得冇飯食㗎，呢啲唔好做啦咁樣咯。其實咧，我哋成日強調要揾自己。喺呢個揾自己嘅過程裏面，我哋又發覺，咦，原來咧，我哋人咧就唔係一個純粹嘅個體嚟嘅。咁其實人咧要擺翻落個社會裏面，我哋係好需要咧有一個 support system 嘅。嗱，屋企係一個 support system， 社會又係一個 support system。咁喺呢個 system 裏面，其實我哋應該要多啲互相認識、了解同埋多啲互相支持。我今年15歲嘅啫。咁我睇報紙就知道有陳炳超套新劇啦，咁我就想嚟試下 interview， 因為我自己都幾中意戲劇。好大膽！佢都寫咩啊？佢話咩？公開聯選係咪聯選啊？輪選。公開輪選先熱。公開輪，講多次。公開輪選。佢剪緊報紙咧，嗰個係公開輪選嗰種。剪張報紙仔俾我睇，單憑一張報紙就咁拎俾我睇。你話把唔把雙糧角先打落去㗎？識唔識出？初初冇㗎，初初我係咧，不如打電話去咧，攞咗份 form 先話俾阿媽聽咯。因為
攞咗份 form 又唔係要參加，係咯，即係攞咗份 form 話咗俾佢聽，咁佢其實我嗰晚啱要去成晚嘅，就猛嗌我，媽咪俾我去啦，俾我去啦，我好想試下咁。我你自己知唔知道係乜嘢嚟嘅先？你首先要知道先得㗎。佢話我知道，係話劇嗰類嘅咯。開頭都係覺得好奇怪，點解佢會睇到張報紙咁樣會咁勇敢啊？咁大膽要夠膽去參加咧？咁就要佢解釋咯。我話藝術咧係執著嘅，藝術咧係完美嘅。我有冇講過咩？你哋嘅站同我講啊！我咦？點解我女識講呢啲説話嘅咧？即係最擔心一樣就係佢為咗玩話劇呢一樣嘢咧，就即係連自己個學業嗰度都即係放棄埋咁。我真係完全唔知喎。咁我又擔心啦，佢仲係年紀仲好輕。佢媽咪話同佢報完名翻嚟咧，哇！原來嗰度好靜嘅，即係好唔放心。最唔放心就係呢樣嘢，唔係唔放心佢去即係受訓。係最唔放心嗰笪地方，咁啊，於是乎點咧？我同媽咪商量，話一齊陪佢去咯，咁樣，咁啊，假日咧嗰啲所有活動取消曬㗎，咁啊，唯一個活動，唯一嘅節目就跟佢去咯，都幾難捱㗎，嗰幾個鐘啊。其實睇見佢係嗰個興趣係咁濃咧，你都唔忍心叫佢放棄咯。我同佢一間房，佢成日發夢笑，會嚇親我。佢硬係開心嘅。未人見過佢合埋個嘴嘅，一味就係笑噶啦。佢表演完翻嚟嗰晚咧，直情係掹住我哋，慘到我哋唔使瞓啦。係啊，嗰晚。嗰晚。表演完翻嚟，佢表演三個鐘，佢就掹住你講足三個鐘，直情唔停口嗰種喎。直情興奮到咧，我同佢講，我話佢咧直情每一成個人啊，每一個細胞都喺度跳躍緊嘅。咁有人坐喺度俾你。你講啦，你講今晚發生過咩事啦？咁其實我覺得嗰刻，哇，我媽好偉大。明德，現實世界變換電燈，開著部電燈咧，佢就可以變成一個你理想嘅世界。即係點啊？即係譬如全個世界都係叮當啦。咁難明？周圍叮當。都幾好喎。嗱，你先知。有人話啦，其實呢個世界啦已經係理想噶，不過我哋唔識睇。我俾十秒鐘你，十秒之後啦，就開眼，即刻掹屎。咁你嘅理想嘅世界會出現，不過要即刻咯，好冇？我哋成日會話，這個社會咧有好多唔公平、唔 like 嘅嘢，咁點咧？咁其實發覺，我哋馬上就意識到，我哋係可以咧係扮演一個批評者嘅角色，同埋咧同時咧，我哋係要有付出嘅。咁創作咧，亦都同時就係一種批評同一種付出。我諗咁樣咧，個人同埋社會咧，先至會健康啲，同埋會正面啲。叫我翻去讀多幾年書，離曬大譜啊！香港嗰啲教育制度，淨係逼人喺度考試做咩啫？你話你讀咗十年書啊？你讀到啲咩翻嚟啊？佢要逼我同佢講嘢咧，我唔想理佢嘅時候，佢逼我去同佢理佢同佢出街。我未聽過呢個政府可以做啲咁低能嘅嘢，人大釋法喎，人哋大佬未出聲，你自己自己趌趌做埋啲無謂嘢，自己對冧自己發展。袁君文二千呢條片咧，就冇話有一個特定嘅 message 想帶喺裏邊嘅，但係其實之前我去諗嘅時候，就係諗到其實好多人去。討論或者批評香港人的時候咧，某程度上係將自己嗰個位置係擠遠咗，即係係脱離咗，然後再去睇翻。但係其實我哋永遠都做唔到呢樣嘢噶嘛，即係我諗我哋永遠係我哋自己都要顧及翻我哋喺香港裏邊，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咁如果我哋喺翻自己嘅呢喺我哋而家 position 喺香港人身份嘅時候，再睇翻呢樣嘢嘅時候，係會點樣呢？或者我哋唔係從一個好宏觀嘅角度係好單一嘅，我哋淨係睇一個、睇兩個香港人嘅時候，佢哋自己本身香港帶到不氣味嘅一啲故仔又係點樣咧？咁我想可能去做呢樣嘢，帶出嗰種感受出嚟。兩個都係 leader， 兩個都係 model。眼神的，所以有
好多時你聽到啱聽的歌咧，你就會話：哎，係啦係啦，揾到佢啦，揾咗咁耐，終於揾到啦。好似頭先大家一路聽嘅節目裡面一路聽嘅嗰首《Everybody Knows》咧，就係我最中意最中意嘅一首歌。喺好嘅音樂同埋喺精彩嘅歌詞裡面咧，原來真係可以揾到自己。就呢一集創意空間的內容，如果你想同我哋嘅製作人傾偈，講下你嘅睇法，歡迎你喺今晚八點開始打熱線電話18723120香港電台第五台藝虛節目。